是在上次卖完之后吃两碗，然后回家又吃一碗牛肉面。建国的，谁退机啦？谁啥？没关系，那个，谁破功夫？谁挂上身？谁功夫啦？谁功夫啦？没关系，除了点心，我再休息。太过啦，一台斤300块啦，一只外口才300啦，你不爱卖啊啦？你话讲到起价，讲我咧迄个卖生，空看，生有起价，卖生干大厝。已经坏两年了，每个礼拜三在台中。来，三杯。
第二班的这种，我来送你两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，一百块嘞。我开袂落去，我啥嘞哦？我叫李处长的鱼啊，真真查。处理啊，处理不会。最后一箱够多块？我们拍卖到现在至少，至少超过二十个在邀约。我无啊，这边无鲈鱼啊，我吃。明天路杂，来斤啊，八七三只都无爱去。明天路我们在台中。米露露在哪里？小家电话我等啦，你去无买，我嘛随收。你也无惊？惊哦，惊！一半一只都八十几块。加个一个。哦，桃园 ，OK。大头家好像点进去了，叫卖时间跟地址。好，桃园有机会可以六日到西湖场。你要我最后一个来宾，姐姐。来七百五。最后一只高十块结束，来花了，花先，十块，谢谢。烟仔来，烟仔来，烟仔。哦，快无，啥物叫跳过你话？这个跳过你话，烟仔，一台机八十，只才咧三百块，三百块跳过你话，有看无？逐只都跳过你，正烟仔啊，烟仔有水无？放的，那么一个家己咧泡单，咱这产品实在有够赞的。来，要吃来一对包，一大又一小，啊、哦，一只来开300，两只开偌济？开600，卖讲开600，开500，嘛无鱼啊。要吃来500，死啊无？400好来，一只当200块。哎，我的天，这种鱼这么漂亮，你不知道要吗？改天再来西湖场。四位来宾动作快哈，开400，开300、300、300、300好来，300块，大家第二个好来啦。我见了，别直接放一只啦。啊哦，先到啦，跳过你位呢。对啊。都顶空空呢。一样哦，你敢看这目睭就知，会呐？来哦，来哦。好漂亮的，竹签嘛嘛好，左边一个，左边一个。啊，你要左边一个，来，这样你水。刚才请假的请假，你要不啊？高人要卖两只，你要不在开玩笑？你要小心哦。一加一来，你要不？也会记的，有吃就做，绝对好吃，好吃，非常吃，非常赞，有没有？第二个，这等于哪个人钓鱼？二五，喜欢的来，请你们动作快。刚打进来，你刚刚在动，在动。第二个，他就我弄。这真好吃呢，弄了。喜欢的未熟的，人一只未见过味。来，人家你要不？喜欢的动作快，姐姐，来杯中药，这是健康的关键了。跳过你哦，脸空空的，这规条是拢脸空空的。这鱼啊，拢很老啊，太水的。没有宅配。你要不？你要不？有没有？两只250。找一个，你吃完，吃落。因为要收档，这五只保证外口开1000，卖1000开900，你要吃得完哦，500来，邀请那边只有一个来宾，来500，500，你就是买2只，我送你3只，那他分2包好不好？谁要吗？邀请那边，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可以来，那边买条啊。我来啊！我中间去台中拼去啊！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？吃过这个好多人都来要，要什么？要吃这个。这个是粗人啊！阿平，你们等啦！哈，有你都白拍的，你是干啥呀？差不多伫遐呢，我伫后面遐。我老我老二啊！
可以，直接在拢来玩的呀，行啦。哦，诶，九场来啦。对，老姐。诶，听算九场来。大姐。哦。你讲我来哦。有诶，拢伊诶。我你讲我这保证拢了钱咧，卖你咧啦。好，你看，第一款。这几台过来咧？诶，几台安？保证哦。这是几只三架，三架，你到也三架，三百来，我回来，你来背。你背一台车。三百块，我要把它收摊了。你问几年？三百。他问你啊？那个我保证金，这跳威你威电工工，你快无？啊，吃饱都买。你以后就是要买这样，无你要买啥？我那刚一斤八十啊，直接就开三百，你去就买。谢谢。沈良每次来都会送礼物。谢谢。米露露，你问这个小敏，她是常客，东西便不便宜，好不好吃，她都吃，她吃很多了，你可以问她。这也无鱼啦，到我们留一拖就出来，十秒钟抬一只鱼啊。小敏，等下你去切片啊，电话遐收收的真真的，后尾出千八嘛，够一口倒入嘴，啊，这只有一箱。你要一盘两盘拢袂要紧，反正你对着干着哦，你来你挂保险的，三百。又被说服了。这个是真的，我赔钱卖你的啦。两百块八起来卖三。啊，那里，谢谢。要吃粗啦，那来，哎，这个无吧。啊，跟越南在讲，是吧？对。阿爸跟越南在讲。他讲国语就是越南跟女生，啊，不然都讲台语。啊，越南。哎，那个就是越南的阿妹，越南的讲国语。哦。不然他都讲。讲国语。等伊讲话要说说咧，要出道有水，也可以不出道有水咧，我会真说说来真正用阿妈咧。煮上煮汤足好吃，有你晚饭今暗时都无，你若有吃拢足滑稽的 ，Q， 真这叫做粗人啊，足 Q 的。到这种干就是海价吃，卖完就好。后面都没了。其实哦，即摆是因为较少卖，所以哦，咱就爱卖到即摆，无免啦。伊咱的功夫在八点半就爱煞。阿翔拢要干卖到十二点半，阿姨八点半才摆好啊。来，一人买一份啦。叫你管他伊偌济。一份三百啊。我直接俩。啊，你来卖嘞。好呀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要小小卖伊啦。无啊，要转来，咱两个再算着。等下那边，啊，十点半。我看食是第一五十啊。啊，咱若无去食过自助餐，你差不遐济。我那边物件就是俗的尔，我感觉爱袂俗。对哦，一人这边的毛算，这边毛算，一人一分的尔。二四六八十，十分，五百四百开三百，唔免开，你遐讲两百好来。两百块，元雪，这不是叫元雪啊，这叫粗人啊，八个，听好哦，等下一百斤，一百，一百，你不要吃，这三只三百块，我真正是了钱哦，你咧。啊，大哥，做人上好，
到冬天的哦。我刚爱感要不要玩？你的感觉很好。要清汤啊。哦，就是感觉很好而已，没有什么。喂，你头尾只来来来，气死啊！这拢了是太白了。哎，今天外口人拢赚一百块，这空运的。来，伊个有几台好我。什么名字呢？来摆盘啦，摆盘啦。看一下，好像是在我靠，一台机人呢，从那个百八呢，进两百，这两台机呢，来啊，过一路啊，前面，有，它不一样，它是整个哦。你上好的物件，你有看我今仔过一路水无？等你老公和主会等咱季节做唔同，我都乌白白啊。要过来乌白白啊？要过乌白白啊？这四台啊，一台一百，四台就开四包。因为一分两分你要计讲哦，我提供保证超低价，都会买老啊啦，回老啊，老痛啊。小米，小米，你去做节目，你早就我袂话啦，各行头到钱啦。会足侪人哦，伊早要过一头的，唔知咱伫遮啦，我讲真，即摆加足侪粉丝拢讲找无咱伫倒位啊。可怜。刚才有一个。对，足侪人唔知咱伫倒位啊。哦，一朵小花啦。一朵小。四粒开四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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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卖讲四百啦，今仔用三个啊。那开始哦，无爱卖鱼啊，就是安尼啊。三个三个哦，无卖就是五百，卖完算了。要几百回啦？对啦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要鲜度等水的时阵，爱让你等去吃吃啥，吃四粒啊。对吧？五百、四百开偌济？开三五、三百，都唔免，两百好行。没有四十了。对，两百块。四十块，人咧卖一片一百块，甲你讲一片就是一百块。两百，两百你开袂落，无法度面啊。来，两两，两两，想要的你们自己来认。对哦，这你无在买啦，台币五百块，空运鲑鱼来坐了。两百斤就好啊啦！这个塞，这个塞全部帮你拿掉哎，干干净净的哎，对不对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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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一片葱花底，卖三十块，我的本钱一点五十块。我等一下再说。你卖插伊啦，甲收钱就好啊，运来啦。我心肝咧智慧，你唔知啊？你还搁笑，你搁笑。你这了钱的，了死。来来一千啦。这多着。别笑。你是歪脑，我跟你讲，我有个习惯，你很新鲜，两百块的，那你们带回家吃，就算我送你们的，也不会有什么难过。哎，一样哦，给等给给，到无钱，到要提来买恁，无意义，一样就是轻轻的让恁吃。来，两百，买你记就好，卖我赞名家等你，等我赞名家等你，人会给我笑，哎。笑讲卖香卖鱼啊，搁咧卖虾啊，还有没有重大的吗？再给我一个。没有了。没有了。想吃的来，弄两包，两包。没有不能到，现在不能到。对啊，不能到。对呀、啊，这么便宜，来，两包包，我先。好 ，OK， 没了。好。两包要干？你做你咩？小老姐无跟你讲价，嘛不是咧甲你怪。小美说，小美说在等你呢，在等我啊，等下去了。顺金留言的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小美，你皮太阳啊，你们要找我，你没空啊。哎呀，我跟你来，你把灯给最小，你在台湾。海师傅找，帮我一个忙找。这没干了。别当场，狗一样。你叫人家看。当初你把我叫熊了，两百块啦。我等你就去啊。两百。有没有私募？都卖完了。小米鸡肉。这个干贝很好吃。两百来进来。我都炒那个丝瓜，炒那个丝瓜。过几年啦。我们去民宿吃这个的烤丝瓜。两百。
我在买啊啦。变成沙发了。能放能放了。这个刚备好。地址弄啦，甲办。哎呀，你食紧啦！啊，煞办，啊，我白带鱼村，你爱看我来叫过来。那个吗？啊，阿田叫过来，四大你要看这个吗？你叫过来，叫过来。阿母，你来跟牛讲话啊啦！你免出价啦，这嘛无第二个介绍，我咧卖就是西仔价啦。好价。你两只五百，那就千来多啊，千五啦。你一只二一个啦。一块钱都无赚你咯，我上摆才卖咧，甲你讲算笑哦，一台斤340哦。